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每日瑜伽。今天我们的课程主题是背部线条的美化与塑造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进行热身训练。好，那么请大家随我一起站立于垫面的前端。好，我们仍然保持山式站姿，将我们的大脚趾下缘、小脚趾的下缘和足弓扎实地板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，当我们的肩胛骨进行内收，去靠近脊柱中轴的位置，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建立背部的力量。当我们的背部力量得到充分的建立，并配合胸廓的充分伸展，那么我们的身姿就会变得更加的挺拔向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练习。我们需要去配合胸腔的扩张与肩部向后展向下沉，来建立肩胛的内收，那么去帮助我们建立背部的力量。好，我们首先保持山式站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双手向旁侧打开，同时让我们的双手在我们的身体后侧，大拇指相互交扣，取手指自然伸展。好，随呼气呢，屈手肘，让我们的手指尖指向上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手放在肩胛骨中间的位置。好，让我们的胸廓充分的扩张，并且建立双臂向外展开。保持顺畅的呼吸，在练习中去避免由于我们的手去推我们的胸腔，那么避免胸腔过分的向前顶出啊。那么很多朋友呢会在这里呢有一个错误的练习方式啊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错误的练习呢，大家都会进行一个模仿，就是塌腰啊顶胸，那对我们的练习呢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在练习中呢，我们仍然要注意收紧腹部，维持骨盆的端正，那维持肋骨内缘向内下收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完成祈祷式的练习。我们可以尝试闭眼，也可以将我们的视线凝固在以固定的点上，保持均匀的3至5次呼吸。在最后一次呼吸时，将我们的双手解开。好，吸气，手臂经侧向上。好，呼气，手臂落下，扶住我们的髋部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将重心移向我们的右脚，屈双膝，将左脚向后撤步，来到战士一式练习。好，在练习中呢，我们可以完成踮起脚尖的战士一式，我们脚趾尖点地，然后足跟抬起来，调整双腿之间的距离，让我们的右膝呢在我们右脚脚踝的正上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做到双手进两侧充分的展开，然后我们的双手指尖向下去推我们的臀部向下沉，把胸腔扩张，脊柱向上抬起，同时建立我们的肩胛内收，靠近脊柱中轴。在这里我们仍然停留3至5次均匀的呼吸。好，吸气，让身体起身，手臂经侧向上。好，双脚转动，只要指尖指向正前方，调整一下双脚的位置。
让我们的脚趾尖呢正对正前方，好，收紧腹部。好，现在呢我们仍然需要双手两侧展开，并且屈手肘，让我们的手指指尖向上，对，抵住我们的臀部。好，吸气延展脊柱，呼气转动骨盆，身体向前向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略微的屈双膝，同时启动臀中肌的力量，帮助我们的膝关节略微向外旋，只与第二个脚趾保持方向的一致。收紧腹部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仍然需要停留3至5次呼吸的时间。好，在最后一次呼气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让身体起身，回到直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双手均侧展开，并且落下。好，我们转动左脚的脚趾向旁侧。好，同时将右脚的脚尖点起，调整一下双腿之间的距离。好，屈左膝向下。好，稳定重心，吸气，手臂两侧展开，平举。好，让我们的骨盆端正。好，呼气，屈手肘。好，仍然让我们的指尖指向下方，拖动我们的臀部向下沉，胸腔向上展开，脊柱向上延展。好，手肘向内靠近，建立肩胛内收，靠近中轴，建立背部力量。保持顺畅的3至5次呼吸。好，最后一次吸气呼气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让身体起身转向正前方。好，我们做下一个练习。那我们需要身体重新转向右脚脚趾尖的位置，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需要缩短双脚之间的距离。好，双脚的足跟在一条直线上，左脚向斜前方展开。好，收紧腹部，髋部摆正。好，仍然吸气，将手臂展开，屈手肘，指尖向上，放于肩胛骨中间的位置，上提胸腔，随呼气使身体前屈。好，我们不用让我们的身体过分的向下啊，我们就在身体脊柱平行于地板的位置保持停留就可以了。延展脊柱，抬头，视线看向右脚趾尖延伸的方向。保持均匀的3至5次呼吸，同时建立右侧腿的内侧向外旋。吸气，身体起身。好，换侧练习，解开双手双脚，转动身体，转向左脚脚尖的位置，调整双脚之间的距离。好，对于初学者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尝试足跟在一条直线上的位置。好，记住保持挺立，让我们的臀部，右侧的臀部向前推，使得骨盆端正。好，吸气，手臂肩侧打开，呼气屈手肘，指尖指向天花板的位置。好，
吸气，上提胸腔，呼气，转动骨盆，让身体脊柱平行于地板。我们不需要让我们的身体继续向下，就在这个位置上保持就可以了。我们需要建立手臂的向上抬起，帮助我们去建立背部后侧、背阔肌、竖脊肌的力量。骨盆的位置摆正，髋部摆正，腹部收紧，抬头，视线看向我们左脚脚趾的延伸方向。好，吸气，让身体缓慢起身。好，解开双手，同时带领身体回正。好，我们来进行最后一个体式热身的练习。好，我们需要去完成一个上犬式的练习，帮助我们去建立背部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俯身向下，俯卧于地板上。好，在这个练习中呢，我们不需要将手臂完全的伸直，但是我们要注意双手的位置。此时我们的双手不是在我们的胸部的两侧，而是向后拉着腰部的两侧。好，手掌完全压实地板，双肩外旋并下沉，对，感受我们的肩胛骨下缘内陷的状态。好，现在呢，感受背脊肌竖脊背啊，好，现在感受背部后侧竖脊肌在用力，帮助我们的身体配合手臂的力量，将上半身胸腔的位置抬离地板。抬头，视线看向地板的延伸方向。好，双肩再次向外展，身体抬起，大腿前侧稍内旋，放松臀部。保持三次均匀的呼吸。所以呼气，使身体落下。好，让我们的双手放于我们的眉心的下方，垫子之上，伸展脊柱，眉心触地，调整放松。双手撑地，让身体起身，重新回到坐立，跪坐于地板上。好，今天课程的热身部分我们就到这里，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式的训练。好，那么经过前面的拉伸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关于我们背部线条塑造的练习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同样也是进行一个快速的热身练习。那么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30次的开合跳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之后，一起开始。我们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前脚掌着地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最后10个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那么在30次的开合跳过后呢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来做一个提膝的扭转啊。我们抬起一侧腿的膝盖之后，我们的身体自然的转向提起膝盖的这一侧。好，那么提膝扭转呢，我们同样我们做20组啊，我们来做20组的提膝扭转的练习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调整好呼吸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尽量
下去，大程度的扭转你的上半身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做一个短暂的调息休息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定点的前后的定点跳啊。这个动作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可以在跳跃的过程中维持我们的双膝，同时双脚的前脚掌着地，我们的髋部可以由身体自由的前后摆动啊，带动我们的身体来前后摆动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一共也是做30组，有人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整好呼吸，预备开始。十，最后十个。好，那么30组的前后定点跳跃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已经感觉到身体可以快速的热起来，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呢，已经有些微微的发汗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关于背部线条塑造练习。首先，我需要大家俯卧在垫面上，我们来做一个伏地的Y字上、手臂的向上伸展。首先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头部颈部自然的伸直啊，我们的脸部呢距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，我们双手向前伸展，吸气，手臂尽可能的是接近的地面，但是不要落在地面上，之后再向前拉伸，向后，你可以踮起你的双脚脚尖啊，但是尽量呢我们的脚尖不发力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我们重复15组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进入到这个动作的练习。一、二，保持呼吸。三，夹紧你的臀部。四、五、六，你可以感觉到背部的有收缩感啊，有些酸胀。八、九，加油。十，收紧你的腹部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双手前臂落于垫面之上，稍事休息一下，视线自然的看向前方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类似于1/2上犬式的练习。好，我们首先下半身保持不动，我们双手在我们双耳的两侧向上吸气，向上抬起，呼气向前落下，但是头部始终悬停，尽量多的去靠近垫面，但是不要落在垫面上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双手回收的时候，尽量将我们的上半身向上抬起，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不要过分的抬高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，我们经常会有上班族呀，还有一些可能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呢，会有一些腰椎方面的问题。那么如果我们过分的抬高我们的上半身，你会对我们的腰椎承压会有一些过度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只要抬高到你自己的极限就 OK 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练习呢，我们需要进行10组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。双手置于双耳的两侧啊，吸气向上抬起，呼气向前伸展。好，来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收缩你的背部肌肉。四、五。
六。那么抬高的时候注意啊，你尽量视线向下看，不要去挤压我们的颈椎。最后两个，九、十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超人式的对侧伸展。这个动作呢，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。我们调整一下身体在垫面上的位置，我们抬起对侧的手和脚。好，那么这样的练习呢，我们一共同样也是需要做15个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。看似是趴在地面上的动作，但其实上呢，如果你每一个动作尽量的去做，你也会发现这样的动作还是会很累的，而且你能够明显感觉到背部肌肉的收缩啊发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做超人的对侧伸展。同样，我们的视线自然的看向你的前方，不要过分的抬头，这样会挤压到我们的颈椎，对颈椎造成一些不适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最后5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现在我们双手撑垫面，让我们的双脚，我们臀部落在我们的脚后跟上，双手向前，可以让我们的食指触地，也可以放松我们的前臂。我们做一个婴儿式的休息，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这里做3到5个呼吸的调整。好，现在我们起身。好，那么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手臂上举式的深蹲。那么我需要大家感觉手部之间抱着一个瑜伽球一样，然后我们手部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，我们做10组的深蹲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调整好呼吸。首先，我们的双脚开裂，略比我们的肩宽。之后，我们的膝盖注意在下蹲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，我们的髋部尽量向后推，但同时要保持你背部的挺直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的手臂向上伸展，感觉手肘不需要过分的伸直啊，感觉我们的手肘之间有一个加了一个瑜伽球的这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动作一共做10组，一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可以感觉到你的三角肌还有斜方肌这里都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短暂的调整一下呼吸，10秒钟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同样我们需要借助到我们的小道具，就是两个小哑铃。那么在家呢，建议大家可以用2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来代替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曲肘的哑铃平举，其实很简单啊。我们首先呢，将我们的大臂和小臂曲肘成90度。好，与我们的身前手掌心相对，吸气的时候将我们的手臂向上平举，与我们的肩膀同高。好，再次呼气下落，吸气平举，呼气下落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我们需要做10组。我们双脚可以微微的分开，那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，一、二。
二，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，同时保持我们的双脚脚尖可以尽量的向两侧，更好的稳定我们的骨盆和臀部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曲肘的哑铃平举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放下一个哑铃，或者是放下一个矿泉水瓶啊，我们现在只需要用到一个哑铃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双手的虎口反向握住哑铃的一侧啊，我现在背后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，叫做曲肘的哑铃头后上拉。我们首先一定要握紧哑铃啊。那么如果呢，有一些人觉得在这里啊，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双脚脚尖可以微微的朝向两侧啊，打开一点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骨盆和我们的下半身。那么在这里要注意收紧你的臀部。那么有些人可能感觉很难找到这个收紧臀部的感觉，可以建议大家微微的将我们的髋部向后推一点，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收紧这个臀部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吸气的时候向上拉，呼气向下。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大臂尽量的去夹紧靠近我们的双耳。好，这个动作我们之前其实上也给大家演示过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是做十组，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我们的哑铃啊。好，现在开始练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尽量不要耸肩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放下哑铃，最后拉伸一下我们的手臂，还是很简单的啊。先将我们的一侧手臂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另一只手抓住它，向下去拉扯我们的手臂。在这里稍事停留之后，翻转手心向上，啊，好，调整呼吸，之后我们再换另外的一侧手臂。翻转手心向上，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练习呢，我们同样需要借用到一个哑铃，我们来做单臂的哑铃划船。首先呢，我需要大家双脚微微的开裂，之后微屈膝。那么让我们首先一只手持哑铃，用我们的身旁自然的下落，之后另外一只手呢撑在我们拿着哑铃这一侧的大腿的腿面上啊，然后注意在微屈膝的时候，我们的膝盖尽量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。好，那么我们在吸气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哑铃顺着我们大腿的方向向上提拉，哈，呼气向下，吸气向上，呼气向下。那我们的上半身背脊一定要保持平直，可以尽量的去平行于地面啊，但是呢，还是要保持我们背脊的背脊的延展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一侧做八个啊，我们做完左侧之后再换侧练习。好，现在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开始。你可以拿着你的矿泉水瓶啊，和我一起来做。好，我们右手主要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。好，现在收紧你的腹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大臂尽量夹紧身体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现在我们换这一侧，右侧练习，同样的姿势。我们左侧的手掌支撑在我们右侧大腿的大腿面上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开始，保持你背脊的挺直啊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。
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同样我们可以轻轻的抖动一下我们的手臂啊，做一个放松。那接下来是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啊，这套练习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是要手持一手各持一个哑铃，我们同样是微屈膝，我们双脚开裂与我们的髋部同宽。好，我们微微的屈膝，将我们的髋部微微的向后推，我们的双手掌心向内啊，握住我们的哑铃置于我们大腿的前侧。好，呼气向下，吸气向上，做一个哑铃的拧拉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之前也已经在前面的练习给大家讲过啊。那么一样也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保持我们背脊的挺直和脊柱的延展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动作练习。好，一、二，让哑铃顺着大腿的腿面向下滑落。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做十个，九，最后一个，十。好，那么这一组的练习呢，同样在后面我们做了一些负重的锻炼。那么刚刚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今天这一组关于背部线条塑造的练习呢就到这里了，但是我需要大家在停留40秒的休息之后呢再重复两遍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需要做3组的练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0秒的休息时间。40秒的休息过后呢，我们来进行下一组的练习。那么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30次的开合跳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和我一起开始。我们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前脚掌着地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20，最后10个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那么在30次的开合跳过后呢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来做一个提膝的扭转啊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调整好呼吸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尽量去大程度的扭转你的上半身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做一个短暂的调息休息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定点的前后的定点跳。如果你准备好，我们就一起开始，调整好呼吸，预备开始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最后10个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关于背部线条塑造练习。首先我需要大家俯卧在垫面上，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重复15组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进入到这个动作的练习，1、2，保持呼吸，3、
夹紧你的臀部，四、五、六，你可以感觉到背部的有收缩感啊，有些酸胀。八、九，加油！十，收紧你的腹部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双手前臂落于垫面之上，稍事休息一下，视线自然的看向前方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类似于二分之一上犬式的练习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。双手置于双耳的两侧，啊，吸气向上抬起，呼气向前伸展。好，来开始，一。二，三，收缩你的背部肌肉，四，五，六。那么抬高的时候注意啊，你尽量视线向下看，不要去挤压我们的颈椎。最后两个，九，十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超人式的对侧伸展。这个动作呢，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。我们调整一下身体在垫面上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最后五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现在我们双手撑垫面，让我们的双脚，让我们臀部落在我们的脚后跟上，双手向前，可以让我们的食指触地，也可以放松我们的前臂。我们做一个婴儿式的休息在这里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这里做三到五个呼吸的调整。现在我们起身。好，那么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调整好呼吸。首先我们的双脚开裂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动作一共做十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可以感觉到你的三角肌还有斜方肌这里都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。好，那我们短暂的调整一下呼吸，十秒钟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那接下来呢，同样我们是要借助到我们的小道具，我们双脚可以微微的分开。那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，一、二，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，同时保持我们的双脚脚尖可以尽量的向两侧，更好的稳定我们的骨盆和臀部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曲肘的哑铃平举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放下一个哑铃，我们同样也是做十组，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我们的哑铃啊。
好，现在开始练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尽量不要耸肩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放下哑铃，最后拉伸一下我们的手臂，还是很简单的啊。先将我们的一侧手臂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另一只手抓住它，向下去拉扯我们的手臂，在这里稍事停留之后，翻转手心向上，啊，好，调整呼吸，之后我们再换另外的一侧手臂。好，翻转手心向上，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练习呢，我们同样需要借用到一个哑铃，我们来做单臂的哑铃划船。好，现在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开始。你可以拿着你的矿泉水瓶啊，和我一起来做。好，我们右手主要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。好，现在收紧你的腹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大臂尽量夹紧身体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现在我们换这一侧，右侧练习，同样的姿势，我们左侧的手掌支撑在我们右侧大腿的大腿面上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开始，保持你背脊的挺直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同样我们可以轻轻的抖动一下我们的手臂啊，做一个放松。那么接下来是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啊，这套练习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是要手持，一手各持一个哑铃。好，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动作练习。好，一、二，让哑铃顺着大腿的腿面向下滑落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做十个。九。最后一个，十。好，那么这一组的练习呢，同样在后面我们做了一些负重的锻炼。那么刚刚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今天这一组关于背部线条塑造的练习呢就到这里了。但是我需要大家在停留40秒的休息之后呢，再重复两遍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需要做3组的练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0秒的休息时间。40秒的休息过后呢，我们来进行下一组的练习。那么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30次的开合跳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和我一起开始。我们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前脚掌着地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最后10个，九、八、
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那么在30次的开合跳过后呢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来做一个提膝的扭转啊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调整好呼吸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尽量去大程度的扭转你的上半身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做一个短暂的调息休息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定点的前后的定点跳。如果你准备好，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整好呼吸，预备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关于背部线条塑造练习。首先我需要大家俯卧在垫面上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我们重复15组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进入到这个动作的练习，一、二，保持呼吸，三，夹紧你的臀部，四、五、六，你可以感觉到背部的有收缩感啊，有些酸胀。八、九，加油！十，收紧你的腹部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双手前臂落于垫面之上，稍事休息一下，视线自然的看向前方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类似于1/2上犬式的练习。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。双手置于双耳的两侧，啊，吸气向上抬起，呼气向前伸展。好，来开始，一。三，收缩你的背部肌肉。四、五、六。那么抬高的时候注意啊，你尽量视线向下看，不要去挤压我们的颈椎。最后两个，九、十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超人式的对侧伸展。这个动作呢，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。我们调整一下身体在垫面上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最后五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现在我们双手撑垫面，让我们的双脚，啊，我们臀部落在我们的脚后跟上，双手向前，可以让我们的食指触地。也可以放松我们的前臂，我们做一个婴儿式的休息，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这里做3到5个呼吸的调整。
现在我们起身。好，那么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调整好呼吸。首先，我们的双脚开裂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动作一共做十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可以感觉到你的三角肌还有斜方肌这里都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。好，那我们短暂的调整一下呼吸，十秒钟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接下来的练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同样我们是要借助到我们的小道具，我们双脚可以微微的分开。那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。一、二，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，同时保持我们的双脚脚尖可以尽量的向两侧，更好的稳定我们的骨盆和臀部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么刚刚呢这样的一个曲肘的哑铃平举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放下一个哑铃，我们同样也是做十组，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我们的哑铃啊。好，现在开始练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尽量不要耸肩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放下哑铃，最后拉伸一下我们的手臂，还是很简单的啊。先将我们的一侧手臂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在我们的虎口处另一只手抓住它，向下去拉扯我们的手臂，在这里稍事停留之后，翻转手心向上啊。好，调整呼吸之后，我们再换另外的一侧手臂。好，翻转手心向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练习呢，我们同样需要借用到一个哑铃，我们来做单臂的哑铃划船。好，现在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开始。你可以拿着你的矿泉水瓶啊，和我一起来做。好，我们右手主要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。好，现在收紧你的腹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大臂尽量夹紧身体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现在我们换这一侧。右侧练习，同样的姿势，我们左侧的手掌支撑在我们右侧大腿的大腿面上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开始，保持你背脊的挺直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同样我们可以轻轻的抖动一下我们的手臂啊，做一个放松。那么接下来是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，这套练习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需要手持一手各持一个哑铃。好，我们准备好，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动作练习。好，一、二，让哑铃顺着大腿的腿面向下滑落。四、五、六、
八，我们做十个，九，最后一个，十。好，那么这一组的练习呢，同样在后面我们做了一些负重的锻炼。好，那么今天锻炼的部分呢就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进行瑜伽的拉伸，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在建立了力量之后能够拥有更加完美的线条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瑜伽拉伸的练习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进行放松练习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跪立于地板上。好，我们呈四条板凳式跪立于地板上，调整一下双脚和双手的位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双膝分开，与髋同宽，双脚脚尖回勾点地，然后去建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建立足弓，建立根基。好，同时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稳定住我们的膝关节。好，双手放于双肩的正下方的位置，虎口用力向下压，压实地板。好，现在呢我们需要去让我们的虎口压实地板，同时配合我们的肘关节指向我们的虎口的位置。好，现在慢随吸气抬头。好，让我们的胸腔找向我们的下颌。好，我们一吸一呼来完成这个体式练习。呼气拱背，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舒展背部，伸展背部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去保持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的髋部一直维持在双膝的正上方，所以呢我们在练习起初需要调整好位置，然后在练习的时候呢尽量的去维持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配合呼吸完成五组练习。每次吸气的时候呢，胸口向前抬起，转动骨盆。好，呼气，双手用力向上推，让我们的虎口转向相对的，让我们的肘关节窝转向相对的位置。好，去伸展我们的背部。好，吸气，呼，吸气。对，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能需要微屈手肘来进行练习，因为有些朋友呢会手肘略过分的向前超伸。好，继续。对，去感受你的背阔肌的伸展拉伸。好，继续，吸气，好，呼气。最后一次吸气。让躯体在身体之中带领脊柱的滚动。呼气，节节将我们的脊柱向上推至最高点。现在双手去推身体向后，脚背放松。好，延展胸腔，同时双手的食指支撑地板。好，让我们的背脊延展拉长，然后眉心触地。好，尝试呢我们不要耸肩，双肩去远离我们的双耳的位置，双手可以向后去帮助臀部靠近足跟，同时也带领我们的手臂向前伸展，拉长背部，伸展背部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大约停留3至5次均匀呼吸。
现在呢，我们随最后一次吸气时，让我们的身体起身。好，现在呢，需要大家来到坐立。好，我们先去调整一下，测量一下身体的位置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呈山式坐姿坐立于地板上。好，双手自然放于臀部的两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屈膝。好，我们屈膝的这个位置，自然屈膝，双脚脚掌向下踩实地板。好，臀部向前推。好，那么双手在双肩的正下方的位置。好，现在我们随吸气的时候呢，将我们的双肩向内收，将我们的大臂进行一个外旋的动作，使我们的肩胛骨靠近中轴，同时推起我们的臀部离地。好，好，呼气，向下向后，对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双肩展开。好，那么我们将我们的手呢推臀部向上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不要拱背啊，不要做这样的动作，仍然是展开，对，去加强我们肩背部的力量。同时收紧腹部，好，继续吸气。好，呼气。对，你会在我们的动态练习中呢，感受背部力量的稳定。吸气，呼气。对，非常好。我们继续最后一次，吸气，呼气。慢慢的向下落地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大家呢准备一个支撑物，我们可以选择枕头或靠枕一类的物体，去将它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下方。好，好，我们用双手呢去拨动我们的坐骨向后，那使我们的坐骨扎实地板。好，吸气，手臂两侧高举。好，呼气，带领身体向前向下。好，自然的放松你的背部，放松身体，双脚脚尖也自然的放松，在这里保持伸展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停留大约5至8次呼吸的时间。保持呼吸的稳定，每一次吸气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将我们的胸腔继续抬提起，手指尖向前移动，呼气，再次俯身向下。当你完成最后一次呼气时，我们让身体起身。好，我们继续尝试呢，臀部向前移动一些，仍然将我们的这个支撑物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下方。好，现在我们身体向后进行仰卧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位置完成休息术的练习。双手托住我们的臀部，将我们的臀部向足跟的方向靠近。好，双肩自然向内收，下沉落地，双手自然放于身体的两侧，掌心向上，保持顺畅的呼吸。好，我们仍然在这里呢，需要停留约10分钟的时间。我们需要将听觉以外所有感官完全关闭。
你可以聆听自己的呼吸声，也可以将我们的听觉指向一固定的点。我们可以从双脚脚趾间开始放松，一直至我们的小腿、大腿、腹股沟处，继续向上延展至腹部、至肋骨、至胸腔。好，再一次呼气，放松的感觉至双肩、手臂及手指间，继续延展至下颚、双唇、鼻子及双眼，最后感觉到头皮、头发的放松。好，停留约十分钟之后，我们结束本节课的练习。那么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是通过背部的力量的训练，能够帮助我们去塑造背部的线条。那么对于一些呢比较丰满的女生来讲呢，当我们去建立了背部的力量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去帮助我们建立更挺拔的身姿。没错。那么同时呢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，我们建立了更好的建立我们的竖脊肌和背阔肌的力量，同时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脊柱。对，避免呢我们的腰部过分的承压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